其实我能看到每个人的魅力值，而我遇到魅力值最高的，你还在加班啊？是我的情敌。是喂，你要的资料我给你拿过来了。好，谢谢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哦，麦子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工作室新来的合伙人林威。这只是新来的合伙人，那你资料还我。我是老板。我先去忙，明天我们工作室聚会，你一块来吧。哎，陈总来了。陈总好。陈总好。嫂子也来了。嗯嗯，他来陪我，晚会我跟他去吃饭。哎，陈总，客户那边突然要改一个方案，你能帮我看一下吗？我来看看。哦，麦子，我们一会儿聊的话题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，要不你先去那边坐会儿。你先去坐吧，我等会来找你。哎，首先从你的复盘结果来看，你的人群定位就不精确。对，你看这里 CPC 太高了，还有人群呢相较于其他的竞品不具备二次的营销价值。对对对，林总和陈总搭档起来果然所向披靡。是啊，没想到两个人这么有默契。或许比起我他确实更加优秀，也更能帮到他吧。想什么呢？紫薇，我刚刚就想说，你今天这身衣服挺适合你嘛。说，你是不是在偷偷学我的穿搭？你这小身板，我用得着学你？林总，林总呢？你看到林总吗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林总跟陈总是一对呢。哎，瞎说什么？咋会在这里呀、啊？我才没瞎说，林总都天天给陈总带爱心便当的。什么便当？我哎，麦子，你别误会，就是我不忍心看他整天吃外卖，你又不会做饭，所以才……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你们的奶茶到了。哇，谁点的奶茶？哦，是我点的，大家分了吧。哇、哦，林总啊！今天大家都放松点，不用太严肃。哎，嫂子，你是不是带了什么过来呀？嗯，对，我们给大家的，分了吧。这个好香哦，这个好吃哦，这个好喝，好香哦。拜拜。好，到家说一声。嫂子，借陈总用一下呗。哦，紫薇。这些茶叶是给叔叔阿姨的礼物，就当庆祝我们第一次合作顺利。麦子年纪小，肯定不知道老年人的喜好。我相信你也知道谁更适合你，有我辅助你，肯定会让你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送父母礼物这件事呢，我们家麦子会准备的。还有，我这么努力工作，就是想为了给麦子一个更好的未来。虽然有你的帮助，事业上升的确会更快，但没你也无妨。林威，说好听点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；说的难听点，你就是个外人。你现在挂断我女朋友的视频是几个意思？我先去忙了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到底哪儿比他差？你不差，但你不是他。他明明比我更有魅力，你真的没有心动过吗？再高又怎样？我的视线里只有你。爱情本就像咖啡公式一样，合拍才最重要。在我们学校流传着一款恋爱软件，只要喜欢的人出现在十米之内，恋爱灯就会亮起。你也真是，早饭没吃完就走了。微微的包都没人帮他拿，在学校微微是妹妹，要多照顾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舅妈。妈，我们都让白吃白住了，还对她这么好干嘛？快走吧，我才不想让别人以为我跟她是亲戚。完了，要迟到了。啊！你的包。哇，新来的转学生也太帅了，难怪你想动那么多。嗯，一股酸臭味。学校怎么什么人都招进来啊？好帅呀、啊！哇，好帅、啊！他一进来，你恋爱灯就亮着，我不喜欢你啊！我就知道。嗨，又见面了，我可以坐那吗？随便。出来一下。寄生虫，以后在我家，我少让我妈给你安排家务，但是你得离她远点。喜欢她、啊，以后好好做同桌吧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要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你有病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我赔你一条吧？怎么赔？你赔得起吗？不就一条破手链吗？我帮你剪吧。
我知道这是你死去老妈给你留的破烂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不要太过分，你怎么还推人呢？至于这样子吗？不就一条破手链吗？不就一条破手链吗？能值几个字？你干嘛呀？人穷还事多，人家都说便宜了。我刚刚看到了。如果你不想被揭穿的话，就跟他道歉。对不起。你个白眼狼，还敢欺负我女儿，快滚，以后都别回来了。妈，要是你还在就好了。你没事吧？给你，我修好了。谢谢。你们干嘛？这个狐狸精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勾引安永哥哥？就是，谁呀、啊、你？那么穷还这么有心，狐狸精谁呀、啊？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妄想了。照片是你拍的，是又怎样？你以为恋爱灯亮了，他就真的喜欢你？像你这种人，他压根看不上。那又怎么样？最起码他也为我这种人动心了。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你再说一次，滚开！我们的照片被发出来了，没有人找你麻烦吧？说心动就心动，连咱班出了名难搞的麦子都被你拿下，教教哥们呗。哎，麦子，你听我解释。放手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接近你确实是因为跟人打赌。那就是那个特困生，出了名难搞的，你确定能拿下？靠我的。但越跟你相处，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恋爱灯总不会骗人的吧？我发誓，除了那一次之外，之后的每一次靠近你，都是因为我喜欢你。好吧。别烦我。年纪轻轻就这么会勾引男人，是不是你那死鬼老妈教的呀？你说什么？就是说你怎么了？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林威，你别太过分。没事吧？阿勇哥哥，演戏罢了，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演戏？我不要在我身上费心思了。安静化清醒。你至于这样吗？就过手了。人家都说陪你了。人穷还事多，真的是。跟他道歉。对不起。不追去安慰他吗？这么好的机会。不急，把他修好，他会更感动。今晚八点，我家楼下，记得来给流浪狗送温暖哦。你没事吧？早就提醒过你，他压根不可能喜欢你的，从一开始就只是我跟他一起演戏玩你罢了。够了，麦子，你听。周文勇，你真让人恶心。他恋爱灯怎么又亮了呀？不是你喜欢他，不是你喜欢他吧？大家欢迎新同学陈紫薇。新来的转学生来了耶，不会是那个新来的转学生对他心动才亮灯的吧？不可能吧。麦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希望今年能脱单。小曼，怎么回事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一吹蜡烛你就……你的意思是，通过他就能召唤我？那我怎么回去？应该一样吧。鸡窝头，干嘛今天看到的说出去你就死定？原来下巴也有这么软萌的一面。嗯，快递终于到了。完了，他不会因为昨晚的事情要报复我吧？哎呦，
社团要拍一下你的 CP 照做宣传海报，女主还没定，要不是他、他我你们俩靠近一点 CP 照呢。哟，我们的校霸该不会是害羞了吧？是谁害羞了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换个角度，好，深情一点，看着他，好好好。你们干嘛？干嘛？教训你啊！谁让你勾搭周文勇啊？我没有，没有，他怎么会让你跟他拍 CP 照？周文勇已经红颜祸水，害死我了！快来救救我啊！还不说真话是吧？住手！哎呦，你没事吧？他是我照的，谁在敢欺负他？试试看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又召唤我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刚刚想到了你，这样也可以。所以你遇到危险想起的第一个人是我？不是不是，不可能不可能，我不会喜欢上他了吧？哦，请等下进来的第一个人。你怕什么？嬉皮照的拍照。哎，就是啊，冲啊冲啊！对呀、大不了就说是被逼的。玩游戏呢？听完就想跑，谁教你的？